李总亲自演示小米妙想中心。来，我给你展示一下。好，掏出我们的手机，下拉一点开，我们的两个音箱，一个平板就全部连上了。好，我们的手机正在放歌，我们听一下。我们能把歌一拉，很快我们的有声音箱就开始播音乐了。我们也可以拉到这个音箱上播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把它拽回来，我们可以把它暂停掉。好，我们把手机的画面也可以一拽放到我们的平板上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平板上呢就可以同步我们手机的界面了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相册。好，这个相册我们转一下，很漂亮吧？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操作，这就是我们互联互通的界面，有趣吧？这就是我们 MIUI 13发布的互联互通的功能。